我相信到時咧係政府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啦，包括嗰個薪酬調查嘅結果啦，經濟嘅增長幅度啦，通脹嘅情形啦，同埋公務員嘅士氣嘅。這個幅度相對通脹咧係比較低嘅。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客觀嘅調查有咁嘅結果咧，我哋都應該係接受啦，係嘛？